胡克没看见，错过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回家吧，还是触动全军出击。铁男、大虫子、剑魔、德莱文，哎呀，这把除了德莱文能打着我，你说还有能打着我的人吗？没有。No， 没有人。你给我别吃你！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这怎么能打着我呢？小心点。化元素生音，还敢出来呗？ First blood， 黑夜也大虫子打野就更别想抓我了。你给我上墙，你杀心能行吗？大虫子是个屁呀，大虫子还要杀我呀？你就让他来，他又能干啥？个笨蛋！你干啥呢？你干啥来了？这猴哥这人头不给我呀，我就差100块钱，他干哈呀？什么意思？急了，趁黑出动。猴哥你是真废呀，你人头拿完了，蓝 buff 你都拿不下来，他连蓝都没打，这你不把他蓝打了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现在就这下路别崩就行，下路崩了我还得补个蓝盾，补蓝盾都不一定好使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，
黑夜也会怕我。铁男想打着维恩，纯属是做梦。我让他们到尽头。想补车不？这车老香了，但是没补着啊，难受不？没用，还得让我点。再见。哎呀，这眼儿插他妈的这个草丛里边来了。哎，哎呦我操，有个小盾。算了，推过去得了。往右边站点啊，防止那铁男搁左边草丛里边。他敢出来，我们就杀了。这是怎么勾着我的？铁男又 Q 闪了，他没有闪。下路穿了，坚持住啊！猴哥多去两趟，猴哥。这还有预备收获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
老要偷我不偷兵呢？你老实的想怎么补兵就完事了，老搁这偷我，一点也不安分，不想着发育，老想着杀人。铁男直接开房干你，那你看他敢不敢？他妈的，你跑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站那儿来！跑上了你还？你要赶客，那你就过来。你打一下跑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两个笨蛋，不行，这得交闪了。我操！多少个人？这怎么的？这人太多了，三个人给我整的。羊刀吧，羊刀。黑夜也会怕我。Enemy rampage.技能不能这么放，猴哥。把他杀了吧，挺准的，真挺准的，这家伙！我已经往上走了，算了，夺蓝剑不要了，直接把羊刀除了吧。有没有羊刀，差不少事啊。这泽拉斯再装备我们就直接干他。
个大嘴。那大嘴不像被打崩的样子啊，挺勇猛。积压太久爆发了，那不能，只有无尽的积压，没有从积压中爆发。来个人啊，光我一个人不行，小心点。那笨蛋怎么回回都是你啊？哎呦我操，没给我套上大。猴哥有伞吗？别追了猴哥，猴哥没伞，不追了，算了。给我杀他！杀杀杀杀杀！露露有大，进呐！干他妈啥呢？你进去啊，他有 R 你怕什么呀？那露露有大你怕个屁呀，傻猴。非得他妈等人技能好了，哎，我进去了，他干啥呢？能让我动你家的？我来了，你给我上墙！原来还有个铁男，我都给他忘了。乐鱼上当了，我上当了，我他妈上乐鱼的当了。原来他们家还有个铁男这种东西，我都给他忘了。哇、wow！我听见大嘴起立了。
就你叫铁男呢？就你叫铁男呢？那咋技能那么多？那好使啊！防御塔砸了我1900。那怎么把他一个闪一个呢？这么多闪现呢？我操！我给你们留的，还要打大龙？给你们牛完了，大龙都敢打了，现在。龙都敢打了你们，不给你们厉害的，我的天哪！我活着呢，敢打大龙？我记得有一个针眼儿啊，我得来个叉子，没有叉子跑得太慢，秀不起来。我整个叉子，可以啊，猴哥，水龙魂，猴哥。给我往里边探一探，我的哥，这里头就万一有，这干啥呢？这怎么开大了呢？令人恐惧的阴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最烦那种傻逼，一整就耶，又炸鱼又咸鱼菜，那你那他玩的不对不行，你还不让我说一下子了吗？怎么的呢？说他有问题吗？那说的本来就是事实，说的都对，有啥问题？那也没嫌他菜呀，那说你还不让说一下子了，我操！接受不了批评呗。有时候甚至我都没打字儿，我就自己嘴上说都不行，咋的呢？大鹏子生气，生气，生气了是吧？生气，生气了是吧？他跟我俩生气。
你也不生气。我怎么给你一下？撤！小心点！我就直接攻速一出。我就直接整个就攻速就一出，黑夜 Hello Hugo， 点不过了。加速！加速！没人了。